交通一样的课。Life 在一塔里这两个太难了，在高中，然后每个人都完全拿了。Hello， 你们好，我是小萝卜，欢迎来到下午棒。然后这个是彤姐，今天我邀请她过来跟我一起训练。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练肩，因为我知道你最近好像练肩没有到健美的训练吧？没有，因为我非赛季主要是进行一些健身小姐的才艺训练，体操、倒立啊，什么倒立走啊，还有倒立俯卧撑，就自体体重会比较多一些。就我跟你练完之后，估计一个星期都会酸的。你可以看到没有练还保持很好，现在非赛季两周，都已经一个月了，就已经一个月了，保持得很好。然后我基本上一个月就已经回去了。今天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先热热身吧。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基本动作，包括查尔斯跟我们说的一些基本动作都做到了。那你跟我说我今天会上一些大重量，对吧？你肯定要上大重量，你非赛季你当然要上大重量了。男人应该觉得自己肩永远都不够大。那你觉得练肩男女生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因为我们的肩关节其实跟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长的，所以说训练方式应该是一样。同时女生应该用更大的重量，让你的肌肉得到更好的充血感。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其实推很差，对，很多她很喜欢练侧平举，但是推很差。那侧平举练的大多数都是下面，就下面会出去，但是上面要起，就上面你要起来的话，肯定是要练推的动作，而且练推的动作呢，还需要练很多的拉的动作，所以才会练到我们很多女生后束这块都不是很好，啊，后束不好，所以要拉的动作要很多。接第一动作，就做女生最喜欢的拉呗。我们先做从拉开始。这个我觉得到你的那个，我觉得胸骨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身体不要往前。如果高的话，累。你有点寒，你这样子，你试着把做骨盆，对，往后撅下 ，yes， 来试着。下去的时候，使劲往后靠，拉到你的胸骨这里 ，yes， 下去的时候，胸骨向上，五，四个，三。肘关节抽向耳朵，一个 ，OK， 嗯。一般情况下，我跟女生训练，要是跟她一样重量，我会感觉很有压力感吗？很愧疚。你挡着我了呀？我会觉得很，我会觉得我很丢人。但是跟彤姐训练不一样，我觉得我只要能跟上她的重量，我就成功了。停。停。One more。现在是我们的直立划船的最后一组，我们从30磅先一直热身到90磅。热身第一组不算，训练组四组。对。对，这个方法很像查尔斯的。锁骨是平的，跟肩一样，拎起来的时候锁骨是平的。9 beautiful 10 nice。 跟彤姐训练，一个是力量，她真的非常大，不能把她当女生来看。还有一个是我是女生，你这个人要很早。还有一个是她耐力非常的好，争取能跟上她的节奏。后速面拉，面拉完了之后再去推。我们从下面拉变成这个拉，然后慢慢再变成推。有些人上来就开始练推，其实我个人不建议的。接下来第二动作是个面拉，然后刚刚彤姐也说了，她喜欢先做一些拉的动作，然后再去做推动作，这样给我们的关节和我们的肩膀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热身和稳定的一个作用。我们的三头肌的后束运动的轨迹只能是从最远端把手臂拉向身体，所以说它应该稍微有点耸肩，然后在收缩的时候需要有个挺胸的过程，挺胸再挺起来，再挺起来 ，yes。挺胸过程中，它的整个肘关节就会翘起来，冲向耳朵的这个高度，顶起来，这样它的后束才会被你完全顶起来。这个做完了要做15个俯卧撑。我们的这个动作其实有一点和正常的俯卧撑不太一样，掌心要冲向自己的这个。
好，然后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下巴要收起来，屁股夹紧了，重心向前推一点点。每次推起来的时候，推到你的脚后跟，然后下巴收收，使劲往里收。对，对，走。一，走。二，起来的时候下巴往里收，下去，下去，下去，对。非赛季时候很少很专注训练，并不是不想专注，是因为很多杂念。那今天跟彤姐训练的时候非常专注，看她保持这么好，让我去想比赛，你知道吗？有这种冲动。这个动作去练练我的后束，非常好。它那个连接处就会非常非常容易背起来。嗯，往外打开，往外打开，挺起来。躺，我的肩是桃心，桃心肩。我的肩是桃心肩，你的肩是满头肩。我这不是桃心肩吗？啊，这里，嗯，没错。OK， 这边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会员都养成一个及时擦气血的习惯，因为夏天的时候很热，人会出很多汗，这是消毒水，继续练。练到最后，一般来说是练自己的弱项。我的弱项是我前束，但是我上胸会比我前束要好，所以我需要更加孤立的去练我前束，然后准备去练这样子的动作。你看同学，嗯，然后快20秒那个，那我试个倒立吧。真会吗？哟，学自现学，走。这是罗伯在镜头前的处女倒立。对，这是我的最后一期视频。在上倒立之前，你的手先去找到位置，右腿踢，左腿跟上去，顶住肩就行了，一定要顶住啊，把自己往上顶，把自己往上顶。二三走。哦。顶起来，顶起来，先顶起来。这里往上顶，我怎么下来？啊！哦 ！So easy。今天我就一步一步的来。要不撑30秒啊？好。你主要是什么？你这个是大臂要找你的耳朵，眼睛还要看，眼睛还有头要抬起来看。上去蹬地，推手，二一 go。哎，不行。3、2、1 ，Go！ Yes， 承重，往上顶，11、12、13、14，眼睛看地面，双腿并，二，一，啊，太好了。
好。然后每次跟彤姐练都能学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尤其是这次训练让我增加一些她平时的训练，尤其是最后一个动作是倒立，然后从来没有过，然后我也不知道倒立会有这么累。没有，其实跟我们站立是一样，当我们倒立上去应该和你站立在地上的体态是一样的，所以是一样，真的是一样的。你看我是这么站的啊、哦，站立是这样子的，看我一会儿倒立怎么上去的。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叫腿和手臂是在四肢嘛？关节的性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倒立的时候，你的身体和站立的时候是一样的，说明你的发力模式是对的，所以我们才会有特别大的屁股嘛，才会有非常大的肩。我刚才其实是我放松了以后就好一些了。对，如果越紧张，然后越发挥不了自己的水准。今天是不是还有一个我们手握的五磅哑铃，谁坚持时间更长？鸭子王，鸭子王，王鸭子。我很相信你的肌耐力，但是所有重点对我的心中的重点上。准备，准备。我们看时间，谁坚持的长，谁就算赢。Let's go。我们没有决定说怎么样算是不坚持啊。掉下来啊。可是掉一点，放到胸部一下吧，放到胸部一下，那头，对，不要逼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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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不可以跟他有任何身体接触，没有，不可以有任何身体接触，可以帮他吹是吗？可以帮他吹是吗？对，你不要吹。接完以后，不是你，你吹头点，你走开。加油！不姐，他面不改色，你看你这是哪里买的？不是，你不要乱唱。姐，你这个衣服跟裤子都很好看啊，我只想问一下，你是去哪边买的？我在Lululemon买的。哦，Lululemon啊。不姐，就不要勉强，不用为难。不用为难自己。不是你，你们电子走，电磁电磁棒，电磁棒的时候。彤姐刚刚没有好好训练，她刚刚留了最后一点力量。不管是五公斤还是五磅来说，对我来说两分钟也不及格，也不及格的。来吧，同志们，十分钟分比。哎，这个爽的吧，只有这一次，机会难得，你自己不会给自己机会的，只有我们逼你给你机会。Let's go， 十分钟分比，二一 ，Let's go。不好意思，还行吧。你看，20秒做完十个吧。对，第二组还有八组。一个。比我快。这第几组？第三组。第三组。还有10秒钟。今天5组。一个。以后备赛不踩楼梯去了，就坐这个。好吧，你们还有最后一组啊，最后一组，耶！根本都没得喘气。这辈子可以出去吹吹。
还活着吗？轻松，太轻松了，还行还行。老板，对不起，以后不选你了。我觉得选我是个正确选择。老板说的对。哎，你还好吗？我骨丝爆酸，在这种时辰时的时候要注意保持体力。虫姐很坏，你很坏。她说你做快一点，你就很多休息时间。真的，真的，这个其实是你直接做100个就不需要休息了。对啊，不是有一个直接就不是这个是游戏规则是这么设定，是因为跟人的体能是有关系的。你在20秒，其实你相当于其实25秒就可以把这个动作连串的做完。对。但是你能够保持这种频率，每10分钟每一组都做到25秒都做完的话，其实你就有大概这个最大摄氧量你会得到提高，人的心肺功能就会得到提高。你差不多有45秒的时间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而这个时候就是你心脏的跳动速度越降到。你的60%左右的心跳的话是越好，你下次可以带一个心率表去看一下自己的体能，这是增强心肺能力最好的一个方式。我感觉我心跳已经到180了。有了，有了，有了。牛逼，这是你们朝思暮想的冲天炮小萝卜版本。对。